其实老师都教过爱情，政治老师其实吧，有些选项没有错，只是不合适。英语老师不会就蒙一个吧，万一对了呢？数学老师过程错了，结果也就错了。语文老师宁愿错过也别空着。生物老师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，就连人心都是偏左的。历史老师，你所在意的都已成为历史。地理老师，世界那么大，遇见一个人不容易。只有体育老师会在你跑步的时候说别走好吗。